如何快速剥椰肉？很多人都觉得椰肉很难剥，快速剥椰肉的方法如下：一、先取出椰汁，再上锅蒸10至20分钟，椰肉自动与壳分离。按照你的喜好，剖开壳就能得到一个球状的空心椰肉。掏出一个小洞，把勺子塞进去掏果肉，这样果肉能够都弄出来。二、用榔头使劲砸，把椰子砸开后，改用锥顺着劲慢慢一点撬，剖出的椰子肉一大片，再用小刀将椰子肉上残留的黑皮削掉，白白的椰子肉完美呈现。三、将椰子速冻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取一盆热水，把椰子小心放入，椰子会在水里自动裂开。如果觉得上面这些方法比较麻烦，也可以直接将椰子放进烤箱烘烤，椰壳会自动的裂开，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剥椰肉了。